了没有？刚吃过饭，那个黄焖，那个重庆鸡公煲非常好吃。我现在去避风峡，避风峡离我还有十来公里啊，听说那个地方很凉快。看来最近半个月就准备待在那里了，因为这个外面真的还是有点热了。现在找个不热的地方待着也。掉头，随后立即右转。把最好的时光匆匆遗忘。右转，进入陇西路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.4公里，100米处。我现在去找停车场。400米后左转。风景还是可以啊，这里。看，这到处都是停车场。左右侧车道，保持直行。全是停车场，但是没看到什么车。我去找个离厕所近一点的地方停着吧。没看到厕所。厕所。我看了一下地图啊，我这个地方是属于一号停车场。奇怪，为什么没有看到什么车啊？那天在这个康定，那位老先生他说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像我这样旅游的停在这里啊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一辆？我现在去那个二号停车场去看一下啊，看有没有别的床车，不然的话一个人还是有点寂寞的。朋友们，花了15元钱进来了，这里面非常的大呀，停满了很多很多的车。看这边有一辆房车啊，我的车就停在这里了。看好多的车，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啊。前面说有个熊猫谷啊，要买100块钱的门票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进去了啊。这个地方有水，有厕所就可以了，先待着吧。那位在康定认识的湖南大哥，他的车也在那里啊，看也有个伴，他是走高速来的，我一来就看到他了。这边还有个水龙头，这个水关不上的吗？让它白白的浪费，关不上了啊。车有风，大通有个福利，三台大通合影，每个月领200元油钱。还有没有？再拿一下。拍完了，我要采访一下你。嗯，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的网友都是粉丝都知道。是什么情况？是你是虎啊？嗯，是怎么个弄的？啊，是大通有个活动是吧？对，大通有个活动，说一下。三台房车，嗯，每个月申请一次游。哦。你到仰安游也好，也到那个什么青城山。就是三台车要合着拍个照是吧？对，你三个人也要在场参加活动。两台车不行吗？两台车不行，它这是大通的规定呢。就你在哪里领啊？这个油卡这200块钱。油卡你在网上，他寄过来。寄过来。对。快递寄过来。寄到你这里。你申请的你寄给你，我申请你寄给我，然后我再把油卡刮开发给你，你充到那个你的，那个。充到我的那个油卡里面去。哦。一定是石化的油卡。
没有石化油卡充不了。您在这个路上领过多少？领过几次了？我们在湖南，我们经常搞这种活动，一个月一次。每个月都搞到了吗？对啊，可以有啊。反正它的前提是要三台车。三台全部都是大通的，对吧？大通的，对。你也参加湖南上汽大通的那个车友群里面，他们经常搞活动，你可以参加他的活动。哦，我懂了，懂了，朋友们。这位老哥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定要三台大通的车才行啊，别的房车不行吧？别的房车不行。看我们。是大通的福利。对，全是大通的。大通的。三台大通的，只有大通有这个福利啊！大通还是。还是很牛逼的。你要是你要下载大通的系统，你不下载系统，我们这要下载大通的 APP 嘛？我懂。对，就是他这样把的，我们这样收集上去是干嘛的？那我们一个月可以。他就是给大通车主的福利啊。给哇塞，高大上，大通啊！每个月还给我们车型就是大通有啊。每个月还给我们200块钱的福利，这去哪里找啊，朋友们？买大通就对了啊！一年相当于补贴你买大通，这个油耗也低，5毛钱一公里，不能超过2年。每个月还给我们200块钱的报销，我不说，我非常无辜的。这有机会你必须就不要放过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今天下载 APP， 我们就申请一次。熊猫，熊猫故居游，我们这个活动就是对这个大姐发起，由我发起，由她操作。可以可以，是吧？就是熊猫故居游，我们说熊猫故居游，熊猫故乡游。嗯，这是熊猫的故乡。这位老哥，您在这里待了几天了啊？我待了10天了。10天了啊！感觉这个地方热不热？我刚从康定下来，那里白天热，晚上凉快，白天热，盖被子，有一点点热，不是很热，就这个样。现在是太阳没有了啊，太阳出来了，你就不会喊不热了啊。那比您这个帽子可以啊，这个草帽很久没看到了啊，这个原生态的确实蛮好。地道战，他这就是原住民，这是那个避风峡的原住民。哦，原住民啊，对，您在这里生活多久了？农家乐了，就附近的住户吗？对呀，住家户。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？就是从小就在这里，生在这里吗？就在这里，土生土长的。土生土长的。可以可以，您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？环境？很好啊。很好啊。就是买菜方便吗？生活在这个大山里，不方便啊？方便，现在到处的路都通了，怎么？我想买菜，这里在哪里能买得到？我们地里面去采，我们地里面就没有。去你们家里买行吗？商店，便宜的。行啊。这里有商店。这里有农民搬过来。去你们家里蹭个饭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晚上去你家里蹭个饭啊。那您的孩子呢？孩子成家了吗？成家了。那您一天就是现在主要是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这里就是揽客嘛。揽客住宿。上面您是住在上面把我们带上去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多少钱？这个就不要报了。3到5度。这刚好这里离这个什么地方很近啊。我们家到熊猫馆3分钟。就是这旁边是吧？对对对。他这里的坐那个车是他那个，他也是到这个小西天这里的入口的，你刚好就在那里吗？自己有车开车方比较方便。你等于说你就在那里吗？对对对，就那旁边吗？对对对，这我知道的，他是有一条线路，他必须从这里游客中心，避风峡只有一条这里去的，只有一条，他有一条摆还那个车的，要30块钱坐进去的。我们自己开车不行吗？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带我们进去了吗？你进不去，进去没有停车位，必须停在农家咯。你们那个农家人多不多啊？吵不吵啊？不吵，不多。那你如果说你这么好的话，我可以到你那吃一餐饭都没关系的了。可以啊。但是你反正我们你只要我们交30块钱了进去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吃饭你点菜吃饭明码标价。明码标价是吧？多少钱？想吃就吃。10元钱和蔬菜到15的都有。知道。不会啊，可以进去，那至少吃饭都解决了。吃饭都解决了，那你就坐他在前面。可以。朋友们，我这没地方坐啊。那坐我的车。行。朋友们，这位阿姨啊，她要把我们带上去了啊，花一个人30块钱，那上面有农家乐，里面还能看到很多免费的景点啊，我觉得蛮好。我现在准备上去了啊，并且啊，最主要的是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啊，10块钱一个蔬菜。这样的话我菜都不需要炒了，
收拾东西就上去喽，换地方了啊。玻璃都没关上。哎。把玻璃关上先。就跟以前这个巴松措一样，混进去了，去景区里面逛逛，在外面。哎呀，我这个，厕所吗？有厕所，外面也有，里面也有。外面有，里面也有。